你要移开呀，才看得清楚。对、哦、看得到杯子里面。这边是范老板您家的水，这个是我们家的水素水。这是雪碧汽水，那水中的酸碱值我们不知道，所以说要透过 pH 值的酸碱值测试仪，就可以让它现出原形。这个是酸碱值的测试仪，化工原料行买就有了。啊，氯酯，好，所以汽水。酸性是酸性嘛，它非常酸、哎、这个就是 pH 值9的碱性水。范老板加的是中性7中性水，也不错，自来水也是中性啊、啊、对，自来水